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啊！我离开澳洲将近一年了，时间过得很快。这个祖先纪念堂是海外第一座完整的这个姓氏牌位啊，这是第一个，在海外第一个，很有历史纪念的意义。中国人的姓氏，早年我们在童年的时候读百家姓，以为呢中国的姓氏只像百家姓上所说的400多个姓氏，到前几年我们在香港发心建一个祖先纪念堂，才知道中国姓氏有10000多个那是第一次大陆上语言教授收集的姓氏16000多个姓氏，我们依照他收集的在香港做了第一个。以后没多久袁教授告诉我，他说还有遗漏了的很多，我说大概有多少，他说估计超过20000个姓氏到他去年搜集成完整编辑成书的时候就是14000多。那我们现在这个牌位呢是按照这个最完整的姓氏编排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国的概念呢很模糊中国人呢因为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每个国都很小国家没有统一所以这个都是小国一个国呢也许就像现在一个姓氏甚至一个乡镇小国的。那中国人接受祖宗的教诲，可以说几千年前呢心量就脱开了，所以中国人喜欢讲天下国家在其次开口就是天下你看这个胸怀多大那现在看看我们中国的族群姓氏的族群族现在中国是56个民族，可是姓氏姓族姓呢就24000多，这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中国人爱家，这家族的观念呢很重爱族是宗族，宗族是同一个姓的遇到同一个姓的有一点格外亲切的感情这个跟外国人不一样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同乡所以这个团结的力量很大可以说是中国人基本的团结力量是在家族
跟相祖同乡。所以满清亡国之后啊，民国兴起了，孙中山先生啊，他头一个想到的问题，如何把中国人这个爱家爱乡里这个爱扩大，能够扩大到爱国家啊，希望呢我们国家这么多的姓氏族群啊，能够大团结啊，古人的教诲呀，我们不能忘记，叫家和万事兴啊。如果这个大家庭要和睦，你说这个国家多么强大啊，它也会影响整个世界啊。那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是和平的教育。所以那就能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啊。所以他提倡民族主义啊，民族主义就是中国所有族群的大团结。那么到现在有没有团结起来呢？没有啊。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失败了啊，理想啊非常之好啊，没有能做成功啊。那么他所提倡的是三民主义啊，民权主义，在台湾这么多年啊，确确实实台湾人民有了选举权啊，有罢免权啊，这个四种权都有了。可是台湾的政治大家都知道啊，那这个问题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他就讲过啊，民权是外国人说的啊，不是中国人讲的啊。那么这个也响应到全世界，但是在孙先生那个时代，许多国家的民权发生问题了，流弊很多，这些流弊都没办法解决。孙先生说这问题很严重啊，到今天呢，那这个流弊就更严重了啊。民生主义也是个理想啊，民生主义中山先生说得很好，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啊。但是他把它改了个名词叫民生，这个很有道理啊。他承认马克思的理想没有错，但是方式中山先生不赞成啊，他的方式太激烈了啊。所以中山先生用平均地权借之资本，用这个方法来达到缓和啊。可是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啊。那么我因为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回到台湾去讲经，住了一个多星期啊，接触到啊台湾现任的一些县市长啊，我们谈谈呢台湾目前的社会问题啊，让我感觉到孙先生的理想好，很可贵。里面为什么不能落实？我觉得缺乏了精神。中国古人教导我们啊，
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在眼前呐。谁是老人啊？老祖宗是老人啊，孔孟是老人，孔孟还上面还有啊，啊，我们的祖先牌位这上面还没有摆出来啊，我们上面摆的是第一个伏羲氏啊，神农氏，炎黄子孙呐。啊，伏羲到神农，传说了，那么有文字记载，500年。神农到黄帝呢，也是500年。黄帝开始造文字，就有记载了，啊，有信史可考了。啊，黄帝到现在4500年，啊，所以从传说的肯定，这个历史是不会错的。5500年啊，这是可以相信的。那5500年之前还有没有？当然有。那么有，我们从哪来的？啊，就是从猴子变过来的，猴子也是老祖宗啊，是不是？人不可能是猴子变出来的啊，这个是在佛法里讲不通的啊。所以，追溯要向上追溯啊。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啊，那就早了啊。所以即使从炎黄世纣啊，用这句话来说，我相信我们中国从前百家姓里面所讲的400多个姓氏应该是一家人，黄帝子孙啊，真的是一家人，不是假的啊！这形成现在所讲的汉族啊，肯定是一个族姓啊。那么其他族姓的时候，通通都有关系啊，有亲属的关系啊，都互相通婚的，有亲属的关系啊，所以真的是一家人啊。我们老祖宗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伦理啊，什么叫伦理？伦理就是讲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啊。从哪里讲起呢？从父子讲起，父子有亲呢，从父子讲起啊，夫妇有别啊，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你看，祖先把人跟人的关系分为这5大类，叫五伦啊，决定没有伦外之人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呢，决定是这5种关系，你决定不能够超过的啊。不仅知道这个关系。啊，知道这关系之后，我们怎么相处？啊，相处，这就讲德了。啊，关系讲关系是道，啊，道是自然的，它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人制定的这个制度，啊，不是哪个人发明要这么做的，是自自然然的。啊，连动物都有，啊，不但动物，甚至你细心观察，植物也不例外。啊，他有这种关系啊，所以父子有亲，这个亲爱就是德啊。所以说，怎么处好这个关系呢？这个是德，这个很重要啊。人与人的相处啊，夫妇怎么相处，领导跟被领导怎么相处啊，兄弟怎么相处，朋友怎么相处。啊，这属于德啊，德就是讲的无常啊，常就是不可以变更的啊。那么后来在演变就成八德啊，所以是伦常八德了啊。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后来
又有一个讲法，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这个里面有重复的，两种是重复的。啊，除掉重复之外呢，十二个字，所以这十二个字是德了。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老祖宗千万年之前就用这几个德模教导我们，啊，我们受的圣贤教学。啊，圣贤是什么意思呢？用佛法讲啊，就是信德，完全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啊，天性啊，只要是人都有这个德行。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古人讲得也不错。啊，你看古大德跟我们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三字经上的话。啊，论语里面讲人性本善。啊，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善恶的善呢，已经不善了。啊，没有善恶，这善是圆满的，就是说，像佛经上讲的，讲得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讲得好啊！啊，一切众生，包括你、他、我都在里面呢。啊，我们本来都是佛，从本性上说，啊，所以这是性德。我们都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这个就是善的意思。啊，人性本善。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古老的祖宗也都是明心见性的人。不输给释迦牟尼佛了。那所以你看他们当年在世啊，我们在古籍里头所看到的啊，他所留给我们后世的教诲跟佛经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啊，所以古老的东西是出于自信的。出于自信的就没有新旧之分。为什么呢？见性之后，时间跟空间没有了。啊，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万古长新。啊，没有空间的时候就没有距离。啊，所以称性这些东西，确实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啊，在今天这个地球上。无论在哪个地方宣扬都会得到人民的欢喜。为什么？讲到你心里面去了，是你自信里就有的。啊，一有人换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了。啊，这个在中国成为伦常道德了。啊，在古代科学技术没有啊，科技也不过就最近200多年的事情啊，古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么些方便的东西啊，所以教学没有那么多学校，也没有那么多老师啊，用什么呢？寓教于乐。啊，用这种方法啊，所以说民间许许多多的艺术歌舞啊，用这种方式融入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一方面看表演呢，一方面就在受教育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娱乐真的是娱乐性质，里面没有教育。中国古时候所有一切艺术娱乐的演出全是教学啊，所以演员就是社会导师啊。啊，那么硬体的设备，每一个祖先都有祠堂，祠堂叫伦理啊，每一个城市都有孔庙啊，也有称文庙的，叫人道德啊，还有一个城隍庙。城隍庙叫什么？叫因果。你看中国就这三样东西啊，伦理、道德、因果，特别着重这个教育啊。啊，千万年了都没有改变的。人要是接受伦理道德教育，人就聪明了啊，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关系一扩大，才知道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人跟一切植物的关系，人跟山河大地的关系，人跟宇宙的关系，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这通通属于伦理。啊，明了之后晓得应该怎么相处。啊，相处，伦理里面相处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爱心。啊，有父子有亲的那个亲爱啊，这个是德行里头的核心啊。在应用上面呢，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想到自己马上就想到别人啊，我不愿意接受的我就不能叫别人接受，这是德行啊。啊，内里面真诚，表现在外面有理啊。你看，这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个标准啊，古老祖宗教给我们。啊，现在人妄念太多了啊，完全违背了心得，所以过得很辛苦，灾难频繁呐。啊，包括现在所谓的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与我们伦理道德有没有关系？关系太密切了。啊，这个是佛经里面讲得清楚。啊，佛告诉我们，火灾根是什么呢？根是嗔恚。啊，我们发脾气，嗔恚。这个念头感应的火灾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的温度上升啊，全世界气候产生反常，什么原因呢？每个人脾气太大了，所以佛弟子学佛的人脾气上来了，马上就要想到我又替地球温度上升了一点，那你在制造吗？那水灾从哪里？贪心，贪是水灾啊，愚痴是风灾，不
不平是地震，傲慢，共高傲慢不平。啊，这讲的是地球上的四大灾难，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贪嗔痴慢，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你们念了很多佛书，有没有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地震呢？啊，没听说，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水灾，也没有火灾。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世界也没有这些灾难，为什么？啊，《弥陀经》上佛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人家那个世界里头啊，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上善。啊，这个标准就是十善业道，所以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没有贪嗔痴慢的人，找不到。啊，所以他山河大地，那么样美啊，什么灾难都没有啊。啊，我们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那个地球实在讲没两样。啊，它比我们大，我们没有它那么大。啊，如果我们地球上的人都能够学圣学贤，都能够学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为什么呢？境随心转。最近我们讲华严经，讲贤首过世的一篇文章啊，叫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啊，这篇文章不长啊，讲什么呢？讲华严经修行的方法，讲得太好了，华严经太大了，太长了，都不是容易能看得懂的啊。他把这个最精华的、最重要的啊，揭露成六大段、六个段啊，前面三段讲宇宙的起源，宇宙从哪来，我从哪里来的啊，佛法里面讲依报正报啊，依报好懂，我们生存的环境你好懂，正报不好懂，正报意味什么？哦，因为正报人都是正报，错了，不是正报，是自己啊，我自己之外的这些人，那是我的人事环境，是依报，不是正报啊，所以正报是指自己，我从哪里来的？啊，我为什么来的？而且找这个原因呢？啊，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你去找这个。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真找到了，那就叫成佛了。啊，你就真正是个明白人，你不是个糊涂人啊，你就彻底明白了啊。华严经是讲这桩事情啊，所以一开头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后面一半啊，后面三段教给我们怎么修啊，这个修是什么？改毛病，改习气啊，实在讲啊，就是看破放下啊。他后幕后讲五执六观啊，执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放下，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这个佛说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六道轮回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执着来的啊，执着变现出六道轮回。如果再放下分别呢，四圣法界就没有了，
十法界，十法界下面是六道啊，上面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也没有啊。那最高的我们叫一真法界啊，那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虽然是真的，也不是纯真的啊。纯真是纯真，没有相，没有现象，那是纯真啊。所以我们净土宗里面讲最高的常寂光净土，那是纯真啊。这个境界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物质现象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精神现象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啊。从哪里来的？从常寂光变现出来的啊。常寂光怎么变现出来的？哦，那华严经说的详细了啊。所以华严经诸位也知道，释迦牟尼佛啊，当年在菩提树下，所以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这一悟了之后，把他悟入的那个境界给我们详细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就这部经。啊，那么在中国，大概1400年前，啊，唐朝的时候，我们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老人家也开悟了。实际上他开悟了一年，24岁。他开悟了，也把开悟的境界说出来了。他说了20个字。这20个字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意思完全相同。释迦牟尼佛是细数，能大师是略数，讲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能大师这20个字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就是这20个字，不增不减呐！奥妙无穷。我们人的人生在世，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那真的就是醉生梦死，怎么来的不知道，来干什么也不知道。现在的价值观社会上大家常讲的价值观是什么？财富啊。好像人到这个世界来就是为财富来的，你们想想，这能讲得通吗？一生为追求财富而奔忙而操心，死了之后，你再好好想一想，你的一生为谁辛苦，为谁忙？这些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错了啊，大错了啊！人应该从哪里去想呢？生我能带来，死我能带去，这个东西我要把它看重要，我要为这个来忙，那你就对了。你忙的一生的时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就白忙了。你这一生过得太冤枉了。所以现在在外国，外国这最近这个20-30年来流行催眠，用催眠术让一个人能够回到过去时，再过去时，他前世干些什么？从这催眠的时候呢，发现到人有过去式，
有过去当然就有未来啊，而且还发现这一世的时候常常聚会在一起的亲戚朋友啊，冤亲债主啊，跟过去是全有关系啊，好像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啊都来了，他通通有关有连带关系啊。于是宗教里面就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是要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我们这一生在人道好好的修行，来生到天道，那你这一生没白来啊，你升级了，像念书一样升级了啊，升到欲界天，欲界天再升到色界天，色界天再升到无色界天啊，生生世世往上提升了，这个就对了啊，留级就错了啊，降级就更错了啊啊，所以六道轮回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怎么形成的？迷形成的，你完全不知道啊，所以你想错了，你做错了啊，你也说错了啊，明白这些道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啊。佛告诉我们，这一生当中最殊胜的、最圆满的成就是成佛啊。人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佛呢？从理论上讲是肯定能。问题你自己肯不肯干啊？佛告诉我们，你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转凡成圣啊。释迦牟尼佛很慈悲，自己表演给我们看啊。他示现的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好学啊啊，你看他19岁就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啊，我们中国人讲寻思访道啊啊，他学了12年啊，当时印度是宗教之国啊，是高等学术最发达的一个文化地区啊，世出世间的高人太多了，他都去参访啊，都跟他们学习啊。那么印度这个地区是很特殊啊，跟释迦牟尼佛时代很接近的，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孟子，出现了诸子百家啊，但是印度比中国高明，高明在哪里？他们修禅定啊，中国人对这一点呢疏忽了啊。印度通通修禅定，宗教修禅定，学术里头也修禅定啊，这是他的特色啊。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这个不是佛没有的，四禅八定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整个印度学派跟宗教通通都修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修成了，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突破了啊，所以六道就变成你的限量境界，你能看到，你能听到，你能接受到啊，所以对六道讲的太详细了啊。那么一个好学的人啊，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 啊，六道看到了，为什么会有六道怎么形成的？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
一个知识分子肯定有疑惑啊。但是这三个问题呢，印度宗教不能解答，印度的学派也不能解答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放弃参学了啊，学了12年呢，放弃了，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在这个树下入定，入更深的禅定啊，这才明心见性，见心成佛了啊。他见到些什么？《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他见到的啊。我们可以用6个字全包了啊：心、相、理、事、因果，这6个字统统包括了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啊，那《华严经》上就是讲这6样东西啊。心是本体，相是现象啊，宇宙的现象，人生的现象啊，理论啊，有理就有事，有事就有理啊，因果同时发生的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所以我相信，我有理由相信啊，释迦牟尼佛所悟到的、所证得的，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达到这个境界了啊。所以从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教训啊，我们跟佛经来一对照，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古圣先贤里面就有不少佛菩萨出现啊。这个事情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可是事上呢没有证明啊，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古圣先贤的东西不是创造，不是发明。孔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疏忽啊。他在《论语》里有2句话说，述而不足，信而好古。这2句话重要啊。述就是说明他自己，他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不是自己东西，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全是古圣先贤所讲的。他只有述，没有创造啊，述而不足啊，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古圣先贤怎么说的，我也怎么说，我也怎么学啊，怎么学，通通是遵守古人的。后面说信好苦，我对古人那一串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喜欢古圣先贤，喜欢古圣先贤的教诲。这2句话说得太好了啊。我们现在人说要创新啊，要有自己的东西啊，不可能学别人的东西啊，自己要创新，哎，算你错了啊。连释迦牟尼佛啊，开悟之后49年讲经说法，
跟孔老夫子一样，也是述而不作，行而好古。华严经在经题里面，清凉大师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一切经都是古佛所说的，他没有在古佛所说经典上多加一个字。你们想想什么叫圣贤呢？圣贤跟一般人不相同的地方，一般人创新发明，圣贤人一生没有创新没有发明，幸而好苦，正确。为什么？圣贤人所证得的是圆满的，像一个圆，求一个圆，你在上不能加一点，你加一点它就不圆了，就不圆满。你也不能再说这是少一点，就是真正做到不能增也不能减，它是圆满的，那是自信。前人所证得的是圆满的，你今天所证得也是圆满的，圆满跟圆满，圆跟圆决定是相同的，肯定是不增不减，这是对的。所以我说三民主义要救三民主义，要把我们老祖宗东西拿来加进去，三民主义就是好东西。民族主义要加孝悌忠信，人懂得孝悌忠信，民族大团结啊！不但民族大团结了，全世界大团结。人要是受过礼义廉耻的教育，民权主义是很好的人要懂得仁爱和平，社会主义很好所以三民主义就欠缺这十二个字，有了十二个字它就圆满了它就能够落实了，没有这十二个字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还是不能离开老祖宗离开老祖宗没好处守住老祖宗的惩罚纵然创新，基础是老祖宗的，不能离开这个基础，离开这个基础 你就搞不出新东西来必须要依靠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才能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回归到安定和平那我这次回来是来参加格里菲斯大学主办的这个宗教团结的会议我还没有跟杜教授接触我听说这一次有40多个宗教团体还有海外的，我们希望宗教的能团结带头我记得我在2005年在马来西亚讲经，会见前首相马哈迪长老他是马来西亚国家领导人，也是世界
回教的领袖。我跟他见面，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法师，你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他说据你的看法，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个问题问得很严肃，换一句话说，许许多多人对于和平已经丧失信心了，这是真正的危机。我当时给他回答，我说你把四桩事情做好，就能恢复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他问我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要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二个是派系跟派系，就是政党。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这四个都可以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冲突没有了，社会安定了，世界和平了。他听了之后皱着眉头，说不出话来。我们沉默了一会，然后就说，这四桩事情是非常棘手，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从宗教团结，就有可能做到，因为宗教团结会影响国家，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族群。这个话他听懂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我在那里住了4年半，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非常和睦。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上的活动，这一次新加坡9个宗教代表也来，所以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啊。马哈迪也同意我的看法，去团结宗教。那过去我们跟宗教往来都是做朋友，真正是从内心里的人诚心诚意交朋友。没有理论做依据。所以这个团结还是有问题。这次这个会议呢，我就提了一个议，我们大家互相学习经典。首先从我开始。我是读每一个宗教的经典，我都学。我跟马哈迪讲了，我读古兰经，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好学生，我才懂得他的意思。如果我要是把他对立了，他是回教，我是佛教。我这个佛教高，他不如我，那我读古兰经什么都得不到。为什么？你自己先设定界限，这个观念错了。他是圣人，我们是凡夫，我向圣人学习。耶稣是圣人，我也是他的学生。哪一个宗教里面的创始人都是我的老师，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所以他们东西我都学会了。所以我这一次揭露10个宗教的经典，里面关于伦理、关于道德、关于因果，揭露这三样东西，汇集成一本，汇集成一本书，赠送给
这一次参加与会的朋友们啊，希望他们呢，就他们宗教里头也能够像我们一样啊，互相来学习，那这就有理论的依据啊。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啊，宗教徒团结起来，好好的就推动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能够普及到全球，世界上所有冲突都化解了啊，安定个和平就能够实现了，所有灾难也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这一次开会的目标跟方向。我昨天跟总理见面，总理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关心。这好事情啊。我到澳洲来是前任政府。是这个移民部长找我来的也是希望我能够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应该是他们知道我在新加坡所做的有这么一点经验现在做的是越做越有信心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线光明还没有到完全绝灭，所以我们佛门弟子要做最好的示范，要做个好样子给人看，那我们这个万兴先祖纪念堂，这是第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个，他们开完会都会到这儿参观，来看看，我们的祖先都在此地，我们在这里办活动。祖宗都在听都没有离开我们做后人呢要能对得起祖宗要能跟祖宗争光，不能跟祖宗丢人这点很重要。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的说话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这几天活动之后我想很多同修都参加义工这个很难得这一次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也是为真正为世界祈求和平的活动谢谢大家。